嗨嗨，熊猫。33，两个花生，一个小鸡块，一口饺。嗯。好，那他需要餐具吗？他没有，不用餐具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啊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要叫早餐，176号，1楼。林信化是这边的人吗？哦。你的吗？还是他的？多少？130元。麻烦你。我给你看一下，我没有唬烂你。对。对。拜拜。
拜拜。上班。有单吗？一个小油饭，带走。加甜酱吗？加。小油带走，加甜酱多一点。而且猪蹄要放辣椒吗？不要了。谢谢你。老板，钱先给你好吗？岳阳春面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啊、你要大的，对不起。啊，不，小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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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、啊、你要加蛋是不是？哦，我看错了。哦，好好。啊，对。我看不对啊，还是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一个小卤，好，包较咸的，买黄瓜。好嘛好嘛，我要我看嘛，瓜公包一个卤吧。小卤多少？25。我放这哦。
哈。嗯。来，谢谢。老板，一个小鸡，我要一个小鸡。小的鸡翅膀加二十块的肉，酱油多。五十五。今天吃小的就好。对啊。啊，不用白菜啊。不用，帮别人买的啦。帮别人买的啦。对呀。我还没空吃啊。你还没空吃？对啊，我帮那个人家便利商店的店员买的啊，我拿给他我就要去送餐了。谢谢。嗯，能卖啊，我的是小的饭，他能卖再帮我加十五块的肉吗？刚好。只是你知道，为了讨好人家。哈哈，告诉你，这个是哈，人际关系的建立。对啊。我讨好人家，又不往南去。没有啊，就帮人家买东西啊，建立关系啊。建立关系，怎么会讨好？没有，我上给我的。拜。你好，熊猫外送。这个是鸡肉饭，这个是卤肉饭，这个是油饭。对，那你先，你可以多试一点啊，我等一下再回来。我单。啊，你吃得完都给你吃，没关系。四分钟还行。
嗨嗨，我过来啊。二十。好。不要，你换一德，我不穿。无名车。一样，谢谢你。哎，你有没有500可以换？百钞有，500没有。500的，我也是很多百钞。我没有一张的。今天都100多，100多，还没有拿到大张的，可能前两天花完了吧。前两天都一张大张的，当然混蛋。记得戴口罩，听说今天空气很差。每天都嘛差，没好到哪里去了。对啊，先走了，拜拜。三张街。三张耶，我靠，我看出来了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你用袋子我 OK 的。相对好算。Thank you.